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上桌吃饭了。你要地上快走掉。嗯，他们就大家班子这里。哎呀，你拿走这桌子吧，镜头。路边，路边，美女，你那边的可以，你看看。今年不一样哦，今年有红酒喝哦。红酒都没有开。有，要开慢一点，大伙都开慢一点。现在陆陆续续上菜，然后再来开一点小酒。基本题嘞。开酒，那这难吃不？家的红菜呀，你搞呗，来点剁成鱼样的，剁成面。最烦的人呐，那边要碗饭呐。哎呀，人人出力啊，看到没？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厨房的这些开始陆陆续续的上菜，去分菜。我们去看一下厨房这边的分工，每一个人都辛苦了。鸡，哎呀妈，没空鸡，鸡上完了，鸡要的。小碗，哎，没空的，哎呀妈，没空鸡，上完鸡上了，我不要没空鸡来。给你鸡空了咯，还空啊？我赶紧拿的，空肉。我的鸡也在抓了，然后就谈风了，他也认你，这鸡还在那里嘛，这样抓嘛也认的啊。这已经，哎，你那个快，你那个干嘛？快住！我们有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越来越，这次啊，给打一半没等到了。好要汤的都马上。以后的没没中啊！我后面以后的还没有要的，要开始卖人，哇！
卡身麦体，我好好的啦。好，谢谢。好不？慢慢我好像在冷冻，不好吧？慢一点啊，等你哦，等，等等，我要等哦。哇，是。是啊，慢慢去，慢慢去。哎呀，厨房还是最辛苦的，讲真的，这次出钱又出力，五十几桌啊，这些年轻的人。啊，其实发现我们村里面所有的酒席的话，大概就能看到这些师傅们最给力的就是这一群了。每一趟酒席都是村里面的这一群，然后一辈一辈，老的那一辈，老的到下一辈，一辈一辈传承下去。你到店了吗？到晚上那一餐的时候，他们所有的人都忙完了之后，才会坐下来，然后一起吃。我也去跟他们一堆。要那种花灯。好容易，那可以踢到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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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好像，好像什么？好像吃得好开心哦！好香，啊，出去玩，吃中饭，喂一口。今天早上到现在，肚子饿了。辛苦了。看你的视频是什么？大家都辛苦了。蛋炒发学生，你这发学生呐？对。蛋炒发学生。哇。啊，这么简单啊？那就没有办法。我吃饭。好香，知道啊！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吃，对吧？这样子。
最香。嗯，这样吃的也可以，我就这样哦，是不是啊？好吃啊，好吃啊。你看的口水都有了，我走进来再防范了呀，都忍不了啊！你可以，你这么认真啊？你要给你服？你要给我姐姐？你要给以前我们去种菜没？妈的，中间人家就是那个时候，那么多人在那里，不要主要留在那里吃饭了。这里不看，你看也没看什么哦，你看你的菜没了，嗯，没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先吃饭先，拜拜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